什么？现实上面呢，是在里面具体执行的内容当中，却完全没有设置消费者保护官，那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作为。那我想要请教部长啊，就是说，马总统在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有得到贵部的支持，还是说因为贵部不支持，所以马总统决定他不要继续推的这个，他不要履行他这项竞选承诺？跟委员报告啊，这设置纳税人保护官，在1998年成立赋税改革委员会有讨论，然后也委托了台湾大学做研究，当然也会了相关的部会这个意见了。全系部、人事行政总局、国发会都有不同的意见。他主要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政策的决定哈，独立行使之前会跟税务人员，就跟国税局局长相之前相汉格。那现在的司法行政法院这些法官哈，也大概可以保护了哈。所以纳税人保护官就决定不设，但是在税捐稽征法成立纳税人保护专章啊，那个没关系啊，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不要都混在一起哈。所以各个部会啊，针对纳税者保护官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不同的看法，有没有跨部会统整过呈报给马总统？这个都在行政院处理了，就没有报给马总统。但是研考会有列管，就是说总统的行政院有没有正式的公开说明过啊？马总统在2008年所提的要设置消费者保护官的这一个政见啊，根本不可行，所以本院决定不予执行。有公开说明过吗？赋改会就是行政院下面成立。赋改会的报告我看过，是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建议跟你刚刚讲的似乎不太一样。他是说，会滋生业务上的汉格跟行政体制的混乱，会而且外界难免会有官官相护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我看的赋改会的研究报告啊，跟你刚刚所讲的赋改会的结论啊，似乎内容上面啊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啊，今天一个政府他提出了一项政策，而这项政策又是非常多的国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事情，那如果要不做的话，事实上应该有个清楚的说明啊。上次公听会完了以后，我就有拜托你们财政部的代表，把你们会其他各个部会相关的意见，是能够把相关的书面提供给我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啊，不过显然他们有跟部长报告，所以部长今天手上有准备，是没有关系啊。部长您现在手上的报告哈，是不是方便会后的时候再提供一份给？可以，再提供一份给我哈。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哈，报委员，我再补充一句，是那个赋改会第5次会的决议是说，纳税人填入保护官的部分列为长期性措施了。对啊，那您 您觉得他所讲的长期性措施是？我们现在不宜要再等5年、10年、20年还是30年，这是我们现在的政府要跟我们的国民讲的吗？说设置纳税者保护官却有其必要性跟优点，那只不过我们要长期的规划，那长期的规划是多长期？就牵有具体的时间表吗？没有，就是牵涉到国家的组织跟相关的行政体制了。没有关系啊，就是您把各个部会的意见哦，全部都会诊。那我们到时候我在不同的委员会质询的时候，一个部会一个部会就叫他们的高见啊，因为我在办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专法的公听会的时候，大概所有与会的学者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大家通通都赞成。我还没有听到说反对具体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那至于说在组织上面要怎么调整，那是政府的责任啊，是那不是人民的责任啊。那你怎么会从政府组织上面不晓得要放在什么地方来作为反对这个制度的理由？那人民现实上面是有需求嘛？刚刚部长你也提到了说，就有关于我们目前的行政法院所设置的，在税务诉讼当中有足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似乎跟我那天所开的公听会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最诟病的就是万年税单的问题嘛。我针对一个税单打了行政诉讼，打到最高行政法院，我赢了，撤销，命原处分机关重为处分，结果处分的时候稍微改了一下金额，又在打了第二次的行政诉讼，这样来来回回造成了所谓万年税单的问题。从这个现象继续持续的存在，部长您应该同意，我们目前行政法院里面
针对于财税案件所设的专庭，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它实际的效果嘛。所以现在我那天开公听会，两个具体的结论，与会的学者有认为要从设置财税法院这个角度去切入，有人认为要去仿效刑事妥适审判法。这个诉讼如果打超过了八年以后，那这个时候就原处分机关就不能再重新为违法的处分了。那针对这两个修法的方向，部长您认为您赞成哪一个，还是都不赞成？包委员，设财税法院哈，那个当然不是我们财政部的执掌了，那个要跟司法院来讨论。那如果司法院问财政部的意见，财政部的意见会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认为行政法院哈，那个有关法院的审判，其实已经有财税法院的功能了，因为他行政法院几乎都在审财税的案件比较多了。大家现在质疑的是有关于行政法院在审财税案件的专业性嘛？我具体的讲嘛。在德国的财税法院，他们针对这种违法的税单，在打行政征讼的时候，那法官是自己会算税额，自为处分，他不需要再丢回去给原行政机关再重新核定那个税额。这样的，报告委员，那个撤销的部分，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属于事实认定，他认为有些事实，请原处分机关再查明。你觉得我们的法院没有能力去认定事实吗？这个当然我就不便置评，有些法官我看判决书是写得很高明啦，像有些帅法官那些我看都写得非常高明，也不是没有，因为我时间到了齁啊，针对这个主题我是很清楚的让部长知道，我一定会再追下去，那相关的资料再请部长可以一并提供，那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继续针对这个主题探讨，谢谢。 好，谢谢。好，感谢二位，各位请回。接着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部长。好，张部长。哎，委员好。部长辛苦了，部长。昨天我看到新任的国安基金委员邱俊荣出来讲话哈，那他提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呢，他提到说国安基金应该继续维持。那你知道，因为国安基金呢，虽然它是我